嘅樂壇佢都喺度開個演唱會，同埋好賺錢啊！一張飛300多蚊嚇，幾踴躍噶嚇。係啊，呢、這個最大噶，順德區最大嘅體育館就係佢啦嚇。咁、呢個叫大寮，咁人多，總共係得40,000人到啊，總共嚇、啊。當地人咧10,000+嚇、啊，你睇到啦，琴晚塞車，冇辦法，因為大寮大。咁我哋今日嘅行程咧，我而家都未清楚，因為睇唔順。因為我唔好意思問，因為你哋嘅行程真係好悠閒，真係。你食飯啲方面，啱啱先問到對細車司機話喺啊恆潭，我恆潭好快啫，20分鐘到。係冇咩啊？冇細骨嘅，成條骨都可食嘅，即係連骨都可吞埋嘅，軟骨啦，可以照攬埋佢吞埋落去嘅。其實鱈鱸魚咧有好多種，有俄羅斯鱈啊，有烏克蘭鱈啊。咁鱈鱸魚咧最出名，其實魚係冇食嘅，最好點啊？養咗十年以上嘅鱈鱸魚，有成2米長啦，攞佢魚子，法國人係魚子醬，俄羅斯魚醬就係產自呢個鱈鱸啊，就係攞食嘅魚子醬嘅啫，即係外國人食魚子醬。就好似我哋而家啱啱中意食嘅咩啊？而家當地而家食咩啊？食蟹，食咩蟹啊？大閘蟹，大閘蟹係中國人先食嘅，有啲俄羅斯啊嗰啲英國啊嗰啲咯，發爛食咗都冇人食㗎。我哋以前咧，即係廣東嚟講咧，叫咩啊？叫鰻皮仔啊！即係我哋深圳咧叫鰻皮啊，咩叫鰻皮啊？即係前邊嗰啲啊叫鰻皮仔，都唔值錢嘅以前。而家咁鬼死貴，一隻4磅重嘅要200-300蚊隻啊，幾貴㗎嚇。不過呢啲都係嗰啲品牌效應啦，反正就唔好講嚇。咁而家我哋行翻條南角路嚇，出翻去㗎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住地方附近咧，其實好多嘢玩㗎。除咗步行街之外咧，步行街冇咁開門㗎，10:30到鋪頭先開嘅。咁仲有清輝園嚇，我都覺得廣東四大名園，而家靚到好多。我就琴日見到咧，個清輝園門上啦，口信咧有隻金漆木雕，仲係尖雕，重新裝飾過，好似以前咁嚇，叫清輝園嚇，可以入去自己扮模特得㗎啦嚇。咁嘅好近嘅，喺入邊好細嘅，20分鐘行得完，但係我唔建議晚黑去嚇，因為A 車有啲朋友咧已經好多去過㗎啦，我睇你哋都嚟過算得㗎啦，都好熟㗎啦，地站個10度嚇，前邊就呢條就105度啦嚇。做咩話呢條係國道咧？我哋中國嘅國道都係通過一個地方，叫邊度啊？條條馬路通皇馬，我哋係條條馬路通北京國道啦。凡係國道一字頭嘅都通去北京嚇，即係南北走向啊國道。咁我哋廣東省有三條，105、106、101啊，101.59啫嚇，107嚇三條。咁如果呢條咧就係珠海到北京嘅國道，叫105嚇。由呢頭去咧就唔似琴日我講嘅話開高速 highway 2000多公里，由呢頭去咧你大概要去3000公里到啦。時速咧你可以均速咧平均咧平均40公里嘅時速。你慢慢開啦嚇，因為國道咧就係紅綠燈，跟住收費站，跟住慢慢都過去，全部大貨車，你想快都快唔到噶啦。而且佢限速咧限60，啊唔知 highway 就100、200、100、120，佢都停到嗰度都係60公里，你就可以咁多。超速就影相嚇，收埋錢嚇。好啦，呢個就係國道嚇。咁仲有兩條咧，一條就深圳係107，深圳到北京；仲有一條咧就係廣州嘅106嚇。咁有三條發生國道嚇。你哋廈門咧都有國道，但係就係你哋住嘅廈門啊，都有國道嚟通過廣東。不過咧，佢就唔係一字頭，係三字頭，要3、2、4國道，即係由雲南經過廣東水，一個咧即係而家我哋由順德大良。一個咧，西貢空氣污染啊！就係大啊，就係將呢兩盤嘅空氣污染啊！就啊，係啦，佢哋中國佢唔係黑巴多啊，唔係黑巴啊，黑茶一條村嚟嘅，以前一條村，雲土字旁一個雲，土字邊一個雲，土字邊土旁一個雲，黑茶啊，即係嗰個以前我哋嗰啲廟咧咪。恨人嘅恨，跟住彈咧就係嗰個開彈作法嘅彈，恨彈。恨彈，英文，我哋都唔學，我都唔睇英文噶。我哋而家大陸咧係識拼音，
即係大陸嘅英文人，外國人嚟到咧，睇到英文唔係英文嚟㗎，係拼音嚟嘅。我哋攞拼音拼翻佢嘅嚇。好啦，照計應該差唔多啦嚇，因為。行到山前至有路啊！唔好擔心，淡水啊，淡水都淡水啊，江都係淡水啊，所有江河、江同河都係淡水啊，只有海先係。江河嘅，但係江同河都係淡水，因為會我都當然啦，佢有集有個網喺度，邊個走唔到嘅？應該養淡水魚啊，淡水魚養分氣，點乜稱啊？分氣越多嘅養嘅魚越多。不如如果有咁多，咁留低喺俾我審。手魚啊，咁你食得幾多？講你偷。